走起，下水打鱼了。老龟爷，老表先下去探底。走起，走起，走起。老表回来了，这外海水不清啊，我们又得回到岸边一点了。水不清，赶紧定位救援，不要浪费时间。走。到处找地方，已经花了两个小时了。现在随便找个地方，直接下去打它得了。再找就浪费时间了，在这里收一条两条也可以啊。上班喽。我就看到一群金骨鳗，黑鲷，后唇也没有。我这么大个脚，一条鱼没有。对啊，这里石头非常火。走了，回去。凑凑凑。虽然没有鱼，但是没有空军。啊，不管怎样都要搞点海鲜。海胆，我看见这个海胆很大，我把它撸上来。等一下当午餐，把它分吃了补充体力。啊，老表也扣了几个螺，腊螺。撤退，去找新的地方。干活了。这赤裸都没有一窝一窝的。三天啊，我出来三个小时了，开几斤骨鳗。
出来了，也不算大哦，四五斤应该有了。我打那条金骨帽还没有来得及把它拿出来，你看到这条后唇，终于打到一条大货了啊！后唇，哎，好久没有打过后唇了。这个是一个小小的大货，马上给它放血，然后把它冰起来。还有一条金骨帽。先暂时冰着，干活。这条不小，这条起码八九斤。过瘾，过瘾。好久没有像今天这样连打两条大货了。够大啊，应该有八斤左右吧，给它放血，然后马上冰起来，吃点东西补充一下体力。这里最深大概也就11米左右，但是今天流水急，流水太急了，下潜就特别的累，体力消耗也特别大。哎呦，里面有货哦，这个老表也打了两条后唇了。我靠，打了半箱了，我就打两条。我们要休息一下，现在不能打。然后这边是一个怎么说呢？现在要有一个军事训练，但是我们不能拍。大家好，我探海燕阿峰。现在我们准备去打第二波，我想见识一下这个大神他是怎么打的，跟他学习一下。继续第二波。
哇靠，开过来吧，门打出来，剑废了，这个剑废了。倒一下车，倒一下车，停稳。大概起码有二十斤可能。把我拉下去，这个剑废了。我操！完了，单条鱼废一根剑。哦，二十斤肯定有了。哦，哎，我想给他打 A 的，但是他哥的他就拖个下巴来给我打。你看，就打上下巴了，然后剑也废了。哎呀！我刚下水，都还没去到那个大神身边，在半路就碰到一条这么大，箭头弯了。好了，下去接着打。我下去自己打了，我也不看他了。我打这么大一条，爽死我了。走，下水，接着干他。哎呦，大尺八！不会在车熄火了。